相见而不能见，闭上眼，你的身影让我如此想念。相遇到的那一天，色彩如此鲜艳且温暖。不安和怯懦消失不见，你的温度让我勇敢，像个小动物一样蜷缩在你身边且柔软。常常在想，是什么让一切发生了改变，有备而来带着无限崇拜，准时到达接住那颗想要长大的心，不再离开，一起面对平淡和波澜。 Falling in love， 整个世界那么甜，去实现没有实现的诺言。 Falling in love， 两颗心好勇敢，去跋涉最远的山。说一下啊，跟着订了酒店的一会儿跟我走啊，自己在这儿有地方住的啊，计划有两天的休息时间，两天后我们集合，现在解散啊，走吧，注意安全啊，走吧走吧。六哥让我找你，咱们一起走。哦，好，好好，在路边，好了。你不是要采访吗？跟他们说了是私人行程，这不采访。走吧，回家了。没变，谁的房间就是谁的房间，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小天还把拖鞋给摆出来了。天天，我们回来了，你在哪儿呢？厕所呢，姐。阿妹，你睡那间，睡床。好，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我心里头痛。嗯，去吧。快去啊。你的房间也收拾出来了，原封不动。又回来了。对了，姐夫，你一会儿帮我看一下论文，然后我马上就走了。没问题。你没有看到我吗？嗨，姐。你走去哪儿？回国啊，咱哥召唤我。你回国？怎么这么突然回国？回去干嘛？哎，你别管了，反正就是有事嘛。你要是着急走的话，把论文发我邮箱吧，我空了帮你慢慢看。全天下最好的姐夫，哎呀，你要跟我姐结不了婚？我第一个不打你。加油夺冠，凑一段，自己拉吧。我哥怎么突然叫他回国啊？这不得耽误他学业啊？他这两周没课。他跟你说的？哎，天天啊，你回国多去看看外婆，她可想你了。
啊，知道了，拜拜。看好你的东西。啊，知道了，拜拜。你第一次见也什么都跟我讲。啊，他倒是什么都不跟我讲了，我倒是成外人。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需要补的，一会儿去趟超市。你有什么想吃的吗？嗯，好像没什么特别想吃，你看着买就行。好。小天自己在这住了一个月，应该不会太干净。我先洗一下，一会儿收拾一下浴室，然后你再洗。我觉得你这个人真的是买起车来骚包的要命，可是包啊衣服这些呢又节俭的要命，全都是我见过的。不讲究这些。去了。嗯。请问你今年29，才刚起步，对自己的年龄会不会有些顾虑？没有。听说你当初是因为被禁赛才心灰意冷的退役，是真的吗？对于假球的传闻，晶晶会澄清吗？为什么要在退役这么久之后才重新选择回归？是为了反击那些谣言，还是说，不甘心在那样的传闻里面退役？过去的那些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猜想。就算今天澄清100次，大家也会觉得这是公关粉饰之后的完美答案。我无法做到让每个人都相信我，在座的各位也一样。所以过去的事情就让它留在过去，真假与公道自在人心。运动员这条路很辛苦，如果只是靠不甘反击，坚持不了多久。消极情绪无法支撑一个人撑过所有的苦难，只有热爱可以让人走到最后。今天我回来只有一个原因，属于林逸阳的路还没有走完，这条路才是我的，也必须由我自己来走。至今没有女朋友，也总在网上被人讨论，不知道你这次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在这次回归之后和他们一样成为业内最受欢迎的黄金单身汉呢？或者说你有没有压力啊，将自己未来的感情曝光在大众面前？对啊，可否透露一下？对啊，我们都想知道，透露一下吧。江阳和孟小冬有没有女朋友，我确实不清楚。我能确认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我不是单身。你们在一起多久了？粉丝们也想知道。给我透露一个。
确认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我不是男神。看得高兴吗？哎，你这人怎么这样？等一下，我们洗澡呢，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臭死了。无所谓，反正我已经洗完了。不行，我还得去洗个澡。很快。手机不要吗？不要。床单被罩都换了，累了躺一会儿。我先给小天看论文。你刚来就帮他看论文，休息一会儿嘛。不是耽误我们吗？别看了。今天怎么回事？我在飞机上的时候就想起你了。你还记得你生日的时候我去你球房找你吗？记得。哥 ，Welcome。 嫂子，快去。哎，好呀，嫂子来了。嫂子来了。欢迎。哎，没事，我可以。嫂子。哎，嫂子从哪来的？新加坡，我刚比完赛。那么远呢？哎，那你快坐休息。我不会打扰你们训练吧？没有，没事。我说一下，我一旦接你。我是过来给他过生日嘛，想给他惊喜。哥，快打电话。这给我。哎，哦，我刚给他打过电话，谢谢。来，嫂子。我是不是打扰你们训练？没有，我们杨哥。杨哥，哎，杨哥，嫂子来了。杨哥，嫂子特地来给你过生日，不抱一下说不过去吧？对，抱一下。今天的训练计划都完成了是吗？
差不多都散了啊，都散了，都散了，别打扰他们两个，继续。多久没刮了？这周忙啊。忙也要顾及形象呀。你不在的话，要形象干嘛？开心吗？下楼的时候都差点撞到别人，累不累？嗯，那带你回去补觉。哦，不乐意啊？乐意倒是乐意，可是我刚落地，什么都没做就回去补觉，太可惜了。先去过生日呀，这是我们一起过的第二个生日。想念你的小球房，还有那群人。比赛完过去。对了，我集训的时候，李玲姐一直特别照顾我。你说。他除了我哥还喜欢过别人？应该没有。玲玲那人从小做事就绝，如果真的不爱了，肯定老死不相往来。看他和你哥现在的状态，肯定心里还有，不可能喜欢别人。那你说，我哥这一年都不在状态，会不会就是跟感情问题有关？不会，你哥没那么脆弱。反正他这一年多成绩下滑的厉害，也不知道是怎么了，都已经半个赛季了。你说我哥还能再起来？他比你还小一点呢，我就怕万一他真走下坡路了，他自己受不了。运动员这行不是付出就有回报的，不管拿多好的成绩，往后全是英雄末路，早晚而已。受不了也得受。玲玲之前跟你哥讲过，就喜欢看他板着一张比姑娘还漂亮的脸去笑人，把人都笑哭了还板着一张脸，就那个欠揍一样。放心吧，你哥要是心里还有他，会爬起来的。原来你知道他们这么多事儿呢。毕竟从小一起长大，都看在眼里呢。再讲讲。
再讲讲，跟我说说。还没醒呢。啊？醒了吗？怎么了？哦，上次来的时候，五哥说附近有个球房，在哪儿啊？我该去训练了。等一会儿吧，我们一块儿去。好，那出发的时候喊我。起来吧。对了，还没有跟你讲，安妹呢，打完这一站就退了。啊。这里是他的最后一站公开赛。他这么快就退了？嗯。一会儿出去就当不知道。嗯，其实我这次过来，一是为了陪你，二也是为了他。这小子吧，从小就是死脑筋，不管去哪里比赛，一到地就开始训练，比赛完就立马回国，不想浪费球社一分钱。趁这是最后一次比赛，我想带他好好转一转。我做东，他怎么不敢拒绝？那我就负责陪玩。艾琳，艾琳 ，You're back. Hey guys. Lin, in. Oh, man, man. Hi. Hey, Milo.I missed you so much. I miss you too. 林阳在赫尔一直是在这儿训练，去年我来了也是在这儿。挺好的，中间那两处空台先过去吧。嗯，走吧。Hey Vila. Yep. Bring us some food and drinks. Okay. 来吧，今天你们俩一块儿，免费教练是我。你应付得过来吗？我现在可不是过去的我了。那就没办法了。你就只有我了。那你加油啊。好的。多好啊，自在。我第一次看他打球也是这个感觉，在另一个球房，当时他特别嚣张，对手呢是一个很有名的区域冠军，他就对人家说，来，让我看看你的实力。他，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一手提着球杆，一手掂着球，背对着我说话的那个样子，狂得要命。没人管得住的林一阳才是他自己。可是他这个人也挺矛盾的，一方面洒脱的要命，不管什么东西说不要就不要了，一方面又太重情义了，会因为这个被绑住手脚。May I join you? Yeah, sure. Please.不矛盾，人嘛都是多面。
我有时候就在想，如果我们没出现，他还在这儿，是不是也不错？你不想让他回去？我以为当时东新城的人扎堆来这边，都抱着同一个目的呢，就是让他回去。想他回去的是江阳，江阳想让他回去接东新城的班子。是贺老想让他接手吗？他没答应。对，他没答应。I'm not very good. It's okay. We're just having fun. Used to be a coach. How could you tell that? Well, it seemed like you were training them just now. No, you don't need me to train them. They are all professionals. I'm most of a sparring partner. How much do you charge per hour? Shall we start timing just now? Well,Tonight it's free. Okay, thanks. Nice. 过去我们几个人啊，只有他跟江阳是贺老的徒弟，其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老师。我的老师，在我刚进东新城第二年就走了。那年我初一，资质也一般，没有老师愿意接手我。可我不想走，想留下来继续打。但是没人愿意教我，我也留不下来。是林逸阳找贺老帮的吗？他去跟东新城的人说，他说反正他是冠军，他来教我。说的那个话当时特别狂，就因为这个事儿呢，当时还得罪了不少东新城的老师呢。说他什么？说他目中无人，有贺老惯着，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不过他说的那些话呀，谁听了都得生气。可如果没有林逸阳当初自负自大的坚持，我可能早就转行了。顿挫这个人吧，他不喜欢说漂亮话。他的人生哲学是，自己强才是真的强。不喜欢搞社交网那一套。你好的时候，你看不到他凑上来抱团；等你不好了，身边人都散了，他还在。Check.
你运气好。Hey Lin, until midnight, right? And everything on you. All drinks till next morning. Hey everybody, all beers on Lin until the morning. Not gonna believe it. Today must be my lucky day. Welcome. I got 100. 100. I've never gotten 100 before. 100. 100. Then I get a beer. 等一下。My luck is not like today. It must be my lucky day today. Like, I'm gonna share my luck with you. What else can happen to me today? I don't know what else can happen. Like, something can fall from this. Wait a minute. Hey. Enjoy. It's amazing. Thank you.冰淇淋真不错，六哥，长针眼了。就一包烟，他们这么高兴？这里烟草税高，烟贵，国内十几块一包的烟，这里要卖60。他们没有固定收入，很少会买。那再给他们买两包，我掏钱。站着。终于又见到你了，我来比赛。知道知道，九球公开赛，恭喜夺冠啊，送你们的。谢了。谢谢。感觉他谁都认识。对，我刚来的时候也懵懵的，觉得谁都认识他。你看啊，拉面馆的老板呢照顾他，台球室的老板给他留单间，我去另一个球房还能看到他跟别人打球。就是路边随便一个餐厅，人家老板都没营业呢，还能给他做冰淇淋？哪是路边随便一个餐厅？那个餐厅啊，我打过工。哦，对了，明天我要回鹤兴一趟，去跟导师吃个饭，顺便处理一下球房的事情。你们要想练球就自己练，要是想直接去比赛酒店，就直接自己过去。知道。练来了。给。谢谢。请慢用。哎，谢谢。行，我先出去一会儿。好，你去吧。哦，装修的不错呀。你们六哥在吗？在。知道了。你是大少爷吗？约人提前一小时约，我现在能到已经不错了。我又不是你们北城的人，还得随叫随到啊。哎，小子，那个不是那个谁吗？对。东兴城的老大，谁的？帮你联系个主治医生，很有经验，我爸的老朋友。我爸当初也是他开的刀。哎，没想到你心里有我。我只是不想失去一个好的对手，好不容易弄回来了一个。再弄丢一个，得不偿失。你说这林逸阳回来，你也变得有人情味了。林逸阳不在这些年，你撑着东京城，
我弄北城都不容易。行，既然到这了，陪你打一局。马上要手术了，下次打球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怎么样，今天可开心了？喝不动，喝不动。给你倒杯水啊。不，六哥，六哥，唠唠会儿。如果是东兴城的事情，你就别开口了。这次上飞机前，我刚和江阳说清楚。哎呀，我好矛盾啊！我一方面喜欢你自由自在的样子，一方面又希望你能回去。我不回去，我还是东京城的人，但。不会回去接受。贺老下定决心要把东兴城交给林阳了。有这个打算。大钱交出去，你心里没有一点想法？要是别人有，但是顿挫没有。真假？真。总觉得欠那小子的，当年我就该多做些什么。他们俩最亲的人就是我。那个时候我们都想，你再成熟能做些什么。但是我是真没想到林宇阳能彻底退役。谁能想到呢？所以你就趁这次手术的机会逼他不得不接手。我的手术迟早要做的呀，只是趁这个好的时机，要是他能接手，我以后不用操心东兴城的运营，术后的恢复肯定很快。这岂不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儿？哎，等一下，你把水给他送过去啊。算了，怕他又着不掉。那你想让我陪你聊一会儿吗？我看着很需要人陪聊的样子吗？我跟安安不是不一样吗？我在东京城这件事情上吧，很中立的。你呢，开自己的秋房也好，回去也好，对我来说没有差别。快说呀，倾诉，我等着呢。你想听什么？不知道。你想说什么我就听什么，什么让你高兴你就说什么呗。我不想让老师失望，我不想拒绝他。如果今天是换做任何一件其他的事情，我都赴汤蹈火，但唯独这件不行。你是江阳的心血。东兴城不是我的，
也不是任何一个人的。他从20多岁开始带着东星辰走到今天，很不容易。虽然带东星辰很不容易，但我知道林毅阳会让他变得更好。他和我和你哥都不一样，入行晚拿冠军也晚，是靠勤奋拼出来的成绩。这么些年来个人成绩没有落下，球社也一路壮大，这背后付出的努力可想而知。就是因为付出很多，才想让他变得更好。我何德何能？他比我强，而且我的理念也行。像东星辰这样子的大球社，要整改一定会伤筋动骨。整改对东星辰来说是一个好机会，就算伤筋动骨也值得。16岁走，没回去过，没贡献，我凭什么接受？我想让他回家。我觉得这个事儿吧，一晚上想不明白，你别着急，慢慢想。反正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是站在你这边的。好了，刚拿了世界冠军的人，你应该高兴一点。还是睡不着了。喝喝口水。那杯水我喝了。嗯。